深圳的朋友好多啊，深圳就是一个年轻的城市，所以我们这里面都是年轻人。前几天我们去深圳湾的时候，傍晚看日落，好多好多啊，帅哥美女，几乎都看不到什么老年人，比较少。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大家关注一下，大家关注一下。对啊，没有关注的朋友就关注一下啊！现在在深圳的福田给大家直播。你现在看到的天气是26度啊，像夏天一样温暖。你说我这样直播，这个到了一两个月以后，我是不是就晒成黑炭了？到时候就给你直播说，哈，你好，我是黑炭安安。大家再关注一下，再关注一下，然后待会在前面，花市安安会下播一会儿啊。很多关注的朋友都关注一下。安安不会在你后面的，放心啊。有我在啊。毕竟广州事件发生了，对不对？那也来不及啊，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呀，那是命。小心驶得万年船嘛，总没错。谢谢明月天下的玫瑰，谢谢。明天开始降温啊，好随意啊，深圳的天气琢磨不透的，就像你们的女朋友一样的情绪琢磨不定，忽冷忽热。看到了吗，今天都热得穿短袖，如果明天来个大降温，这不就是过山车吗？没有女朋友，哈哈，没有女朋友，过年的时候相亲相一个嘛，这不是过年的一般的正常的节目吗？然后平常都不见面的，回到家七大姑八大姨，从初一到十五都给你安排上相亲对象。大家拿起发财小球，点点本色的关注。安吉已经滑行了9公里了。来，我们深圳的朋友，你看这边卓越中心开的银城花市挺漂亮的，它今天是开了，但是还没有完全布置好。明天正式开幕啊！今天还在布展。明天正式开幕，你们就可以和家人一起来了。啊，我们先下吧。好的，我们休息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再重新开播，一会儿见。一会儿见啊！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先关注一下。休息一下，一会儿见啊！待会儿到花市里面再逛一下，拜拜。来，大家还关注一下。